望咧，凭藉咁多位丰富经验嘅专家，为我哋出谋献策、出汗出力咧、出智慧啊！咁啊，我哋嘅香港疫情咧会尽快过去。最后祝愿各位英雄身体健康，大战而胜啊！再次多谢咧祖国咧对我哋香港人嘅关顾啊，包括咧就系派员协助我哋好快速咁建造咗一座咧方舱医院，咁另外咧就系咧提供一啲检疫嘅物资，兼夹咧就系派员协助我哋进行一个咧检疫嘅工作，血浓于水啊嘛，所谓人命大过天啊，即系政治放一边啊嘛，我哋应该咧携手同心抗疫。中央派咗员嚟到香港帮香港手。处理香港的疫情，在这里真是感恩医疗人员的辛苦和中央的用心，我们香港人一定支持中央，多谢所有的医护人员对香港的支援，在这里感激他们。核酸检测支援队来到香港这件事，更加可以令到香港人体验得到香港是中国不可以分割的一部分，一方有难，百方支援。喺度希望所有香港嘅市民能够放低歧见同埋一啲偏见，万众一心对抗疫情。只要团结，我相信所有危难我哋都可以跨过去嘅。